这把锁匙你知道为什么会得到的吗？ 我们为了做这一个锁匙告诉全世界我们几个 菲慧是美国，英文那时候已经去了英国，你们去了英国没有？好像你们去了英国，没有，苏碧在英国，美英文还没有去英国，苏碧在英国。 另外一个叫什么林静，林静在新加坡，然后芊芊挂在哪一个角落，然后还有很多人也知道，全部叫来在那个 MSN，我觉得MSN超好用，我们常开会出过 MSN的，在 MSN 全部叫上来，一大堆了，然后我们来问 ，OK， 现在要选名字，要选21周年，然后要设计一个图，因为21岁嘛，拿锁匙嘛，so this is how the key 来。 然后很多图画，很多图样，这个颜色的，这个颜色的，这个颜色的，也是全部通过那个来 MSN 来问的，所以全部人 agree on the colors, especially those young leaders. So we actually set up a young leader council for CHS guys. So 这些都是传承的，所以他们每一个你知道吗？回来，所以那时候是连最久的杨秀妹，那时候是1999年毕业。 2000年的时候，他是 Form 6 的 ，I think 那个是最久的，杨秀妹 ，and then 还有董丽冰在越南，董丽冰就是设计那件 T 恤，连他们穿的那件 T 恤啊，Guys Power，Beware of Guys Power 啊，那个 Beware of Girls Power， 那件 T 恤是他设计的，那件 T 恤已经是我们的标志了，永远不换了。 永远不换了，我知道穿久了以后它很薄，如果以后最多我们告诉那个 supplier 叫他做厚一点的那个罢了，我们不换了。所以为了这一个21周年，我们出了两件 T-shirt， 一个是 limited edition 的，就是这个 pink color 的，pink color 的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深红色的 ，is supposed to be second T 的哈，maroon color 的。 没有，那两个穿的就是来的。然后我们出了几个那个 merchandise，啊，那 merchandise， 一个 merchandise 就是这个锁匙圈，所以那天掉了那个锁匙圈哦，我找不到这个的嘛，急伤心啊，伤心啊，好一阵子，原来它这个扣脱了啊，然后去找回来，这个锁匙好像没有得卖了，有啊，然后那个 magnetic bookmark， 在 magnetic bookmark 有解释整个那个过程，所以你应该拿一个 magnetic bookmark。 衣服啊，我就照你了。你看那件衣服，你看那个锁匙洞里面是看到另外一个天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相信这个21岁过后啊，你进入另外一个 era， 你锁匙一开，你看到另外一个天空，所以那个意思在里面，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。然后过后我们还有一个 lunch， 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那个 lunch。 米米小，米米小是吧？所以那21，对了，开那个 lodge 啊，多少的人，多少的心酸在里面啊！我 present 的话是穿着副 uniform 拿着那张纸去 present 给董事长他们听的，我们才得到建那个 lodge， 也有很多人眼红，到今天。